好了吧，你回来吧，你还真没说是凤飞飞，我本来就在这儿，我回来。不过凤姐啊，一直是我非常崇拜的偶像。对，她也是我崇拜的偶像。不过第八名的歌曲是凤飞飞的《午夜的街头》，演唱者方玲，20岁，台北人，喜欢看杂志，目前走唱一个餐厅。演唱第八名的歌曲《午夜的街头》。山谷。